呢个系索道里边，而家上紧去玉龙雪山。摄制队终于经过千山万水，嚟到索道上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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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，同究竟同玉龙雪山有冇直接嘅关系呢？我哋生个枪先。摄制队而家好冻，唔系啊。以后呢段可能系King Sir嘅最后一段录音，大家有机会继续录低佢。King Sir究竟上到玉龙雪山会唔会有高山反应呢？下集自有分晓。咁你今集会唔会讲有冇人用钵仔高低字两位呢？究竟玉龙雪山上边有冇人用钵仔高去医治？